我最近心无同款的所在吗？嗯，大概观众老目睭拢嘛看会出來。真的哦。想当初，俺初恋的时阵，你的身材就像咧美人姐同款，阿那都出。尤其我都是撒着你的电八卦，互我做下吃未消化。是啦。啊，如今的你，啊那像咧有头脑骨弄着，正干那米久的啦。你哪咧敢讲啦？即摆你是咧聋影咧？你莫搞偷菜买伫遮呢？不是，我最近毋知是安怎呢，三天五倒，身体拢总无好，袂用个食凉嘛，袂用个食补，毋知要如何是好。啊，若无你是咧电视上的名医，搞做一下咩嘛？哎呀，大我官来呀、啊！从天啊，我看啊，你写演歌中戏呐？阿妈写耍一个花腔的。那时间你讲无唔对啦，可惜。代志到这个地步，我爱实情向你透露，我的肚子已经有你的小宝宝了。什么？可惜我跟你讲真代志，代志到这个坎上，我无离开也是袂用钱。我的肚子一天一天的大起，因老爸老母老无叫伊提亲，我跟咱的囝是要如何是好？要何去何从？要哪会来甘愿面对着这个社会大众？阿文，你也知影，想当初你也了解，我是一个无母囝的人，但是我一切也是高不离三四五六七八种，希望你会当了解啊！这点我连得辨别，也不知影当初是我就是介意着你的勇气。才会杀掉你的自卑气。现出世的我本来离开是袂用钱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你唔通袂记咱初恋的勇气才好啊！勇气才好啊！公园内花香蜜，花香亲像阮旧时。叮咛孤爱的记，不通爱花无爱去。阮心内为孤，无变爱到死。阮一生。继续爱，跟你去生生啦！好啊，算赢算赢，拜拜。拜拜。